この世界から跡形もなく消し去らん。Hello， 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玉峰叔叔，欢迎收看长知识时间。那今天的长知识就是由于改版的关系，然后我们要来测试就是龙爪项链，就是使自己的全部的从者伤害加一这个效果。如果搭配佐伊本身的效果的话，会不会让佐伊成功自杀呢？因为这个效果来讲的话，有点像是雅斯塔路的宣判啊，那会直接把我的主战者扣到一点血，然后再加额外的一点，那我主战者可能会直接表皮，在我还没有拿到所有伤害转变为零这个效果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要来测试喽。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佐伊跟其他牌的搭配，比如说跟洛基的搭配的话，也可以去看冰喵的影片哦。那我这边已经拍下龙爪项链了，然后准备要打下佐伊，看看到底能不能自杀。来，佐伊上吧！哇，30点，直接死掉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以后在场上有龙爪项链这个情况下的话，你是绝对不能下佐伊的，直接大 boss 啊！那各位有长到知识了吗？本期的长知识时间就是那么的简单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订阅关注我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哦，拜拜。